躲好了。很好，你被发现了。这垃圾桶的零食怎么都是没拆过的？你这小吃货。哼，反正你找不起所有人，就算你输。躲在天花板上，你以为你们是蜘蛛侠呀？我记得黑板是擦过才对。还是被发现了。有了扫描眼镜，你们无处可躲。既然开挂，那就别怪我了。出来！他们都躲去哪儿了？哎呦！看我的现形手电筒！老师又偷用科学老师的高科技了。现在只剩诸葛双双和哈小浪了。哎，等等，这个什么时候在那儿的？我你们逃不过我的火眼金睛手电筒的。反正我绝对找不到哈小浪的。再坚持一分钟就赢了，就当留个地。我投降不玩了。我们赢了，我就说你找不到我们。原来你从一开始就没。